本以为还珠的丝瓜大戏已落下帷幕，万万没想到还有续集呢。在尔康紫薇的毁童年剧情之后，居然上演了紫薇和小燕子塑料花虚假姐妹情，这可是小的我怎么都没想到的呀。原来事情的起因是霍建华为了保护老婆在机场怒怼狗仔而被网友骂了之后，林心如又被网友搬出在综艺节目里扎小人。你是不是觉得什么扎小人？扎小人？扎小人？赵薇？赵薇？这么恨他？对啊。最关键的是，那还是贴着赵薇头像的小人，简直 amazing 啊！之后你猜怎么着？你们心如大姐姐关闭微博评论了，还发了篇长长长长的长文。你们骂够了吗？陈年往事，各种被断章取义、被曲解后对我扑面而来。没关系，请你们尽兴，恕我不奉陪。之后又来了神转折，当年还珠的制片人出来说扎小人是节目设计的环节。哎呀妈，还有后续吗？小偷我翘首期待呢。